竹子湖曹家落居已经大概237年以上，梯田大概有180年左右了。我本身是花艺师，所以我怀着梦想回来，我可以随手采摘，随手布置，大地就是我的画布一样。中心思想就是以家为出发点，因为就是回到暖暖的嘛，就是我本来长大的地方。比如说我们家小孩可能会喜欢什么角落，那可能别人家小朋友也可能也会喜欢这样的地方。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。